看这一口。我上次在火锅店吃的腊八蒜，上头神器，今天都有啥菜系啊？就让姐夫给你报一下啊。牛骨髓、羊骨髓、羊排、火锅，还有那个啥爆菜，牛河撩起来好看是吧？这样力量，那爱眼睛，一会儿一扒拉，一会儿一扒拉。我还以为你用手套蹭东西了，结果是大戒指。你姐夫给我买的，你姐夫给我买的。还有大金镯子，上头牛骨髓，它又来了，好久没吃了，别说好久没吃，还真有点想。看今天的怎么样？看着是挺好。这玩意儿真就得吃烫的。又烫又上头啊，你不能吃，别捣乱。这中间有个叉，要把骨头吃进去。前几天为啥瞅着小，他是我发现了，我一晾凉他就缩水。这好几天没吃还不会吃的，骨头都忘啃了。哇，这好，
用过谁？